哦，好勇敢哦，不会痛，都没有叫了，叫了，你看，皮皮真的后知后觉呢。吉娃娃菲菲最近突然又吐又拉，妈妈担心毛孩生病，请兽医爸爸来检查。本来看菲菲打针很乖，完全没尖叫，妈妈正想大力夸奖时，她突然像是连上线，开始放声哇哇大哭，超激动。这下妈妈好气又好笑地说，想说怎都没叫，原来是反应慢。妈妈透露菲菲是超级吸皮的毛孩，他只要有一点缠到脚或是拉到，就会马上哀哀叫，所以当时看到打一针没反应就很讶异。后来经过兽医爸爸检查，确认菲菲没有事，也没有再呕吐了。除此之外，妈妈也想强调，当天爸爸将菲菲抓起来时没有很用力，爸爸是抓着他要打针的地方，怕被咬才这样抓，没有很用力哦。老师打针了。